然危机四伏。根据美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，这些清洁用品大多含有三氯沙成分，而这些含有三氯沙成分的清洁用品，如果孕妇用多了，可能会导致氧气量供应不足，让肚子里的胎儿缺氧，影响胎儿脑部发育。而如果是小孩子接触多了，皮肤也可能会出现异位性皮肤炎、气喘的症状。三氯沙浓度越高的时候啊，事实上它产生这种过敏性反应的几率就越危险，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孕妇可能是属于高危险群。在法定规定上，所有清洁杀菌用品三氯沙的含量都不可以超过3%，而目前国内市面上的相关产品都在合格标准之内。民众虽然不用太担心，但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还是得多注意一下三氯沙成分，少用为妙。记者杨秋惠、陈宇范。